哎，刚刚讲到说，这个佛菩萨不能替我弘法，他只能帮助我弘法，哎，助我一臂之力，但是他不能帮我替我做，对不对？这个事情还是要我自己去做，啊，所以这个20多年来，我一直在感叹这个正法衰弱啊，然后怕他就是会因此衰亡了啊，因为各种相似佛法就这个越来越多，势力越来越庞大，正法的势力呢就没有，不是越来越小，根本没有，你知道吧？哎，好，所以要正法昌隆，要令法不断绝、不衰亡，那我自己必须自己去做啊，那不能光是感叹伤心。而坐视他灭亡，就坐着看他灭亡，那光是那么感叹，有什么用？没有用啊！所以这也是我跟你讲，这就是加持的力量，就令我说起来做一些事，用英文讲叫 do something。所以我以前一直以为说，我只要住进易经就好了啊，而且众生我也有是采取那种。禅宗的那种味道，就是说学法很难，你不能勉强。那众生各有根器，对不对？然后，所以我就住进易经，那能够得到了就得到了，得不到因缘如是也没办法。我现在观念改变了，那我现在可能就是有如密教所说的，以前是转正法轮，如果说了啊，转正法轮，我现在开始转教令轮。教令论是什么？叫你修，不修我就打。这叫教令论。啊，那为什么这个佛菩萨只是在从旁帮助，而不直接帮我们去做呢？这个就是说明了佛跟世间的神奇哈，神旨啊。的差别啊，这个，因为佛菩萨不是神，不是欲界的神，或是东方西方的神啊。那像耶稣教啊、希腊的神话那些神啊，还有埃及啊的神啊，那么东方西方的神是吧？这尤其是西方呢，就常常他们那些神常常参与世间的斗争打仗。啊，那东方呢，像印度、中国的这个道教啊，都参与世间世人的贪求啊，那为了要得他的供养啊，所以他们也都参与了这个世人的活动，但是佛菩萨不这么做，对，那么这些都是欲界的神奇，我是念此了，可是好像说要念奇，就是念奇吧，哎，欲界的神呐。啊，那因为他们位离这个欲界的五欲贪欲啊，而且他的智意漏劣，所以呢，就参与世间人的欲求，那依于我见、我执、我慢，而且对权威、掌控、拥有、我所的贪爱啊，因此就介入参与世人的贪爱争夺，乃至于指导。发动缴获，哎，你看那个希腊的神呢、啊？那你看耶稣教的耶和华，对不对？哎，他亲自动手啊！这个他是武林高人，但是他亲自动手啊！那这个都是什么？我相既着啊，就是常堕生死。但是佛就不怎么样了啊！这佛就以佛眼照见一切众生界，皆悉平等。那。就等持对待一切众生，离我所计着啊，都是要令他们解脱于一切的贪着啊，以及贪着所起的斗争啊。那他们怎么会以不平等的心加入这个战团呢？对，这不可能的事嘛。所以佛菩萨，众生自有业，然后你要，这个。
而且呢，这个以佛眼照见呢，众生的一切祸福都是他自己的业所成，那是自业跟共业所成。那他的欲求福智啊，如果他想要求福智、福德跟智慧了啊，那么想要出生死轮回，还是要自己去发心啊，去做、去改变、去清净、去转变，那是别人是无法替代的啊。那这个佛菩萨只能教导从旁护念加持，诱其发心。诱其发心，这引诱他发心啊，导其发行，诱其发心，导其发行啊，发行就开始修行，然后令他厚积福德，然后为之以勇猛，为之以勇猛，就是施无畏啊，令他其心没有怖畏，为之以勇猛，不怯，坚韧，坚持，那能够到于究竟的保守，就是这样子而已。所以不能够帮他吃喝拉稀啊，对不对啊？那所以佛菩萨不能直接插手带他做任何事啊。那这样的话就有如揠苗助长，有害无益啊。他必须要自己有能力、有毅力、有抗体啊，有智力、有德力去应付一切。最后呢，啊。因为这样的关系，所以就是引导教化众生成佛，对，就成一切智德，自成佛道啊。否则呢，就变成沦为，如果佛就一直都呵呵呼呼，然后到后来就是什么，就变成佛陀，变成佛陀永远忠实的奴仆了，对不对？哎，那就变成外道了。哎，但是我们佛不是叫我们当他忠实的奴仆，他把我们一切都搞定了，一切都 OK 了，哎，这样的，而是叫我们自力修行，然后成就佛道啊，那这样子才是佛道啊，让我们自己当家做主，而不是当奴仆。这你要晓得这个重要性啊，不是当奴隶，懂吗？当奴仆不好，太好听了。就一辈子当主的奴隶，而且很高兴，你懂吗？他们，我是主忠实的奴仆，哇，好高兴啊，哎，很荣耀的样子。那佛法以佛的字眼来看，愚痴。对，你应该，你有佛性，你应该自己当家做主，成就佛道，嫉妒众生，对不对？哎，怎么就安于当一个奴仆呢？当个奴隶，有饭吃，有衣穿，就很高兴了。那就是奴隶心态，知道吧？哎，所以这外道，一切外道的道理就是一个奴隶教，知道吧？那我们的佛教就是让你当家做主的教化啊，成就每一个人，成就真正的庄严威严，做人的这个威严 dignity 啊。所以如果是想要当这个神的这个忠实的奴仆，那就是外道，是外道神所行，而不是佛所行。所以佛所行就是自己要有担当啊，要能够当家做主，要有担当啊。乃至于法华经不是说喝啖如来家业吗？那就是喝啖，那因为喝啖如来家业，就继承如来家业，继承如来家业，那就是成就佛道，当家做主，为一方之佛。这是佛法的要义，对不对？不只是得小小的解脱，而是得无上大解脱，这样的啊，乃至于度脱一切，这样的。好，所以佛就没有说好，我一切都给你安排好好的了，哎，你从现在开始都不用担心，你只要信我就行了，哎，信我者得永生了。不是这样的，哎，信才是开始修行啊，所以我这个体会就跟这个道理就接上了啊，所以啊，我以前呢，也实在也不是说偷懒，你知道吧？那实在是说哈，因为，实在是
怕烦扰，你知道吧？因为出去所谓的弘法利生哦，很烦，你知道吗？很多事情，你不是那么单纯。你看看我那一天那个布置坛场，对不对？尤其是真言宗的法，你不是随随便便就那个事就不够，对不对？事不够的话，事就不成，你懂吗？所以那个理上都在心里啊，你没有把它化成事，没用啊。所以那个这坛场上的种种的庄严，尽其心力去做了，对，那花好多时间啊，你知道吧？所以说实在，我是也有点怕这麻烦，可是现在不行了，现在没办法了。这现在往下看啊，因此呢，为了积极上的避免密林阿舍离的悲剧重演，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你看密林阿舍离就这么正巧，你知道吗？他又是华严宗，我也是华严宗，他有很多的著作，我有很多著作，可是他著作都被毁了，那能期望说我的著作不被毁吗？这不能说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不晓得啊，你看，就说我们中国人，我就说嘛，这创造力很强，但是破坏力的超强，对不对？那这个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破坏掉，不晓得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在这里我跟大家讲说，我这个不是狂，而这是我的职分，这是我的责任，这是我的职分啊，因为我已经接了法，我这个法一定要传下去，对不对？因为诸佛这祖师在接法的时候，这个上一代祖师都说勿令断绝，叫我说勿令断绝，一定要传下去。这个有什么重要性呢？我告诉你，就好像一个人接了王位，然后他没有生太子，他没有太子，于是呢他死掉以后，他的这个传承啊，这个王位的传承就断了，然后乃至于他的整个这个王国就灭亡了，等于是这个意思，这样懂吗？所以不能令这个事情产生，所以我要 do something， 做一点事啊，这做一点事我就会做很多事，这没办法了，我就拿这个老命跟他拼了，你知道吗？那好，那我这样说哈，我不是光是呼口号，我现在讲一些实证给你们看，我是都是默默在做啊，但是我也不愿意这样子，好像孔雀开屏一样，让大家哦觉得很炫这样的啊，但是没办法，现在只好炫一炫了啊。我上次已经跟你们讲啊，我在编那个这个音译词典，对不对？这总共有四本啊，这还没完呢、啊，这恐怕编完的时候大概有一倍啊，因为显密信相的法啊，就是里面音译名相，现在几乎没有一个可以用的这个书可以参考啊。那个这佛光山出了一本那个苏尔茨，一个英国人苏尔茨啊编的那个汉英佛学词典，那几乎是没不能用。那本在哪里？有没有？因为里面有很多谤佛谤法的东西，然后而且他的那个词啊，他也不是翻译，你知道吗？他是一个词，一个中文词，然后用英文解释，是很这个很怪异，你知道吧？因为我如果懂得中文，我何必查你的这个字典，然后来找到一个英文解释这个词？譬如说五蕴，然后我查了一个五蕴，然后你就解释用英文解释什么叫五蕴。我查中国的那个佛学词典就好了，为什么要查你的？对不对？那譬如说，顶上肉疾，那你就用英文解释把肉疾解释一次，那我何必呢？我就找丁福宝词典，那不是就有了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何必查你的，还要看英文的？好了，那反过来，如果是外国人、英国人的话，他又不懂中文，
那你那个是用中文编的，那那对他也没用啊，所以那简直是脱裤子放屁一样，白搞了啊。然后我至于他那个谤佛谤法的，我下一次秀给大家看，这是太莫名其妙。接着我还编了这个，拉近范文字典。我这范文字典是什么？这是梵汉英日，其实是梵汉英日字典。你能不能拉近？还是拿到前面去照一照？可以是好，可以是好，好好好。所以我是按照那个《大藏经》里面哦，这古代的大的编的那个梵字千字文啊，还有很多西坛梵字啊等等啊那些，然后把它整理一下。还有日本以前有人编了一个陀罗尼字典呢、啊，然后把它收集起来，然后我就先用这个拉丁拼字拼出来，把这个梵文拼出来，然后加上这个梵字西坛梵字，然后这是中文原来的翻译啊、哦，这个音译啊，然后再加上日文的音译啊、哦，然后加上中文的意思，然后英文的意思，这样。我本来还有那 IEVO， 我后来发现 IEVO 现在不行了，为什么？因为只有台湾用，其他人根本不用。所以我就算了，因为太麻烦，哎，不是 IEVO 了，波波摩佛了啊，那个已经现在没办法，只能台湾有用，所以就这样，所以我这是梵汉英日都有的啊，那这我秀给大家的意思就是说，我在默默的努力，这是什么？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若学真言宗，你要观梵字。啊、哦，对你学过四十二字的人知道，还有他的那个咒语都是梵文，到现在还是梵文，所以你要当阿舍里，一定要有要懂梵字梵文啊、哦，否则你这个法根本学不下来，你没有办法开始学，你懂吗？啊、哦，所以你要真正成就一个正派的阿舍里，你必须要教他会梵文。那所以我把这些资料都准备了。那这个总共我这里有三箱，每一箱都是这样一张一张的这样的卡片啊，这总共有三箱，这第二箱是吧，这第二箱对不对？还没有好，这第三箱，这里面有几张卡片我就没去数啊，然后美国还有一箱，所以总共有四箱。所以我默默的在为我们，要这样说，为佛菩萨服务，在做这个事情，就为了正法的传承而默默的努力，哎，要成就一个，我要有心要成就一个真实的阿舍离啊，而不是。只是表面的，但是你要真正的是真实的阿舍离了，那必须要懂得梵文。你看这个有多艰巨的工作。然后接着拿给我，远在我接那个慈恩宗，也就是唯识宗的法之前啊，我就开始注解这法，唯识学，对不对？啊。那时候我就开始暗中的在编这个相中名相手册啊，为什么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本合用的真正的相中名相？有一本叫好像是法相什么东西的哈，法相词典、法相大字典，那个假的东西，那根本没有用，你知道吧？为什么？他就把那个名相列出来以后，然后收集了很多跟这个名相有关系的
的字句，很多那个经典里面的字句含有这个名相的，然后他就把它列出来，也没解释，你搞了半天你也不懂，哎，那个太奇怪了啊，所以那我就着手这个编这个东西啊，当然这个呢，这个就是收集一些资料啊，收集一些资料啊，比如说这个离系国啊。然后但是这个内文呢我还要再想再改，譬如说以佛光大辞典里面来讲，这很多哦他都写错了，很多写错了，所以我都要重新再弄，所以我这个就是什么，这是真正要，因为你学唯识学最困难的就是名相，对，那我就是要帮助大家解的唯识学，真正的觉得，那如果说你看过我的著述以后，但是后来再碰到这个名相，你忘掉了，你不知道他怎么解释了，对不对？这是一定有的啦。那那时候你怎么样去找？就很难找。那有这样这个手册，那你按照笔画一下找到，哦，原来是怎么意思？这样的啊、哦。那所以这个是，所以你看照一下这个啊。所以依照俱舍论呢，他这个讲这个修行人呢有随性行跟随法行啊，这样子。那随性行算是顿根的人，随法行是立根的。那随性行就是加行为随性他人的话而修行啊，那能够信解啊。随立根的人呢，随法行那自己就先识自阅经法，就自己看经法他就能懂了，这就顿根的人立根的人啊。那么他能够见智，就是见得自知果，像这一类的，就是这是我做的笔记了。那总而言之，这就是帮助大家怎么样深入唯识学，然后你方便参考，所以这都是我默默在做的。但是今天哈、哦，逼不得已啊，我就这饺子露馅了啊，就让你看一看，我是真实在做事情的，是偷偷的做，默默的做。如果跟说陶渊明说不求荣利于世间，也是差不多了啊，这样子，我没有想要让人家知道，出来就出来了，这样子啊，所以。这些都是我所做的事，而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事情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说我要提出那个这个，不是我一时发狂，我早就想要振兴所有的佛正法，但是就没有那个就是一个那个触媒啊，然后让我就更进一步的直接的去做。不过这会累死我老人家。但是我就不辞辛劳，我跟豁出去了，跟他拼了啊，就这样。所以最后我讲一个我的呼吁啊，我的呼吁，我呼吁啊，说我需要大家的支持、护持、拥护啊，这精神上、物质上、人力上以及法上啊的支持。那么这是大家的功业啊，一个人能成就恢复正法啊，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啊，也不是我一个人就能够成就恢复正法这个事情啊，复兴正法这个事情。所以呢必须要大家有觉有知，共同发心，众志成城，一起努力啊。怎么努力呢？你就参与修学正法，然后大家都参与修学正法，正法自然昌隆了，这样懂吗？啊，那么所以呢，那要参与正法呢，首先要远离邪法，这是重要的，对不对？啊，这那就是怎么远离呢？就不贪爱，不信受，不护持，不受持，
不修行，也不推荐任何的邪法，啊，不管是显宗或是密宗啊，所以只修行正法正密，不修邪密啊，那也不为这个所谓任何的邪法这个悔过啊，悔过就是为他辩解啦。悔过、言过，那么需要知道正法只有一种，除了正法以外，最严格定义就是，除了正法以外，都是非正法，那么那都是非法，啊，所以都是邪法，都不应修习，不应清净，啊，因为那会蚀淡你的法身，败坏你的慧命，啊，所以不可以。自我姑息，姑息他人啊，啊，不要邪正不分啊。那怎么样讲邪法跟正法？简单一句话，最简单一句话，一切的正法都以戒法为依归，有戒法的就是佛法的正法，没有戒法不遵戒法的都是邪法，哎，所以。不遵戒法，不守如来戒律的法，都是邪法，啊。所以呢，我们都知道，如在楞严经中所说的，这个若不持佛定而修定呢，就变成邪定，对不对？乃至是魔定，对。那不持戒而修慧，就变成邪慧，如大智度论所说的，对。那么变成邪慧或是恶慧。那如果不持戒而修密，那就变成邪密，啊，外道密，啊，这不是佛的密，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若不持戒，这个人就是心邪，啊，那这没有真正的想要修正自己的身口意，啊，没有诚意修行，只是想要。这个侥幸借着佛法的一部分威力啊，或是功能而令自己对于这个世间的贪婪的事情取得更多啊，所以这都要远离，然后你才能真正的谈到修学护持正法啊。那你能够修学护持正法，是你的福，是众生的福，是一切佛教界的福啊。那我今天哦啊，还有如果不持戒法而修行任何的戒定慧乃至于密法，那就是贪染无厌啊，那不出生死啊，那么这种人呢，佛把他称为贼住。为什么贼住呢？因为他没有诚意的心，而在如来法中以不清净的身与意道如来法，所以称为贼住啊。所以啊，这种贼住的话呢，那就不论是在家或是出家，都是坏法的人。那他的所修学啊，都是以染心邪心而成就邪法，是恶之事，是邪之事。就应该速即认知，远离，否则啊，就为他所染，啊，所惑，所拖累，就跟他同样的过错，成就坏法、毁法的模式，啊，最后依楞严经说，就变成魔眷属。所以以上就讲到这里为止，所以希望有心之人，然后以这个千年难见的一个契机，大家一起努力，看看能不能把这个快死掉的正法把它救活起来。回向，愿消三障诸烦恼，愿得智慧真明了，不愿这一障悉消除，世世常行菩萨道。